5月7日，毛晓彤与杨乐合体为新电影《一年之痒》拍摄的情侣大片。虽然只是工作营业，但看到毛晓彤和杨乐各种亲密互动，完全就是蜜恋既视感呀。照片中，毛晓彤扎着俏丽小啾啾，身穿黑色露肩裙装，精致锁骨一览无余；杨乐则一袭帅气西装，超有型。毛晓彤依偎在杨乐的怀里，一只手还搭在对方手臂上，歪头看向窗外景致，画面唯美十足。毛晓彤和杨乐换上情侣装，被搂着的杨乐则对镜露出甜甜的笑容，真是隔着屏幕都觉得好甜啊。毛晓彤与杨乐齐齐上演回眸杀，氛围感十足。毛晓彤、杨乐在镜头前肆意释放甜蜜，而网友看到两人这组写真照后，也纷纷留言称：“每次我都以为他俩要官宣了，可以在一起吗？二位不在一起很难收场。”看来大家都非常希望两人在一起。杨乐和毛晓彤此前在大热电视剧《三十而已》中饰演的夫妻，备受外界关注，也因为这部剧，两人拥有了一大波 CP 粉。不知道之后关系会不会升华呢？真的好期待呀！